一目十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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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，一知半解。一干二净，一干二净，一干二净，一干二净。我第一个男朋友读书非常快，可以一目十行，但是对书的内容常常一知半解，第二天就会把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第一个男朋友读书非常快，可以一目十行，但是对书的内容常常一知半解，第二天就会把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第一个男朋友读书非常快，可以一目十行，但是对书的内容常常一知半解，第二天就会把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。我第一个男朋友读书非常快，可以一目十行，但是对书的内容常常一知半解，第二天就会把书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。一无是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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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毛不拔，一毛不拔，一毛不拔。一毛不拔，一意孤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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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无所知，一无所知，一无所知。一无所知，一事无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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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第二个男朋友一无是处，他不仅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。每次吃饭，他都不愿意花钱，而且非常固执，做事情总是一意孤行。除此之外，他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。我们交往5年，他一事无成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分手。我的第二个男朋友一无是处，他不仅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，每次吃饭他都不愿意花钱，而且非常固执，做事情总是一意孤行。除此之外，他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。我们交往5年，他一事无成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分手。我的第二个男朋友一无是处，他不仅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，每次吃饭他都不愿意花钱，而且非常固执，做事情总是一意孤行。除此之外，他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，
我们交往5年，他一事无成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分手。我的第二个男朋友一无是处，他不仅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，每次吃饭他都不愿意花钱，而且非常固执，做事情总是一意孤行。除此之外，他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。我们交往5年，他一事无成，所以最后我选择了分手。一技之长，一技之长，一技之长，一技之长。一丝不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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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窍不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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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无所有。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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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见钟情。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一见钟情，一往情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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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心一意。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，一心一意，一如既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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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举成名。一举成名，一举成名，一举成名，一朝一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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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的男朋友的一技之长是画画，他画画时一丝不苟，非常认真。但是我对画画一窍不通。他梦想成为一名画家，虽然他现在不出名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但我们一见钟情，他对我一往情深。我也对他一心一意。现在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，他对我一如既往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能一举成名，成为数一数二的画家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我现在的男朋友的一技之长是画画，他画画时一丝不苟，非常认真。但是我对画画一窍不通。他梦想成为一名画家，虽然他现在不出名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但我们一见钟情。他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也对他
一心一意。现在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，他对我一如既往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能一举成名，成为数一数二的画家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我现在的男朋友的一技之长是画画，他画画时一丝不苟，非常认真。但是我对画画一窍不通。他梦想成为一名画家，虽然他现在不出名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但我们一见钟情，他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也对他一心一意。现在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，他对我一如既往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能一举成名，成为数一数二的画家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我现在的男朋友的一技之长是画画，他画画时一丝不苟，非常认真。但是我对画画一窍不通。他梦想成为一名画家，虽然他现在不出名，一无所有，一贫如洗，但我们一见钟情，他对我一往情深，我也对他一心一意。现在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，他对我一如既往，一点儿也没有改变。我希望将来有一天，他能一举成名，成为数一数二的画家。当然，我也知道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。